说太重要了。哦，我要改变我的爱情观，我要转守为攻，主动出击。娘，娶我吧。现在什么意思？都流行女的跟男的求婚了？我自己个儿给我自己个儿买了钻戒，请你为我戴上它吧。阿丽，咱俩真不合适。王小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别得寸进尺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？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看不上你。那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不是你这样，阿丽，我也不是那么狠心的人，你这戒指也别白买，要不你就便宜点卖给我吧。嗯，将来我跟小妍求婚的时候，兴许能用得上。王小宁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阿丽阿丽，王小宁，阿丽啊，那个没，阿丽啊，你给我站着！王小宁，毫无悬念啊！阿丽的求婚又失败了，来，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感受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就你在这破地位拍拍拍，他才不好意思答应我。不是，咱不说好了，我给你拍成那个纪录片，啊，展示你的爱情生活吗？你不拍，我早成功了。别灰心呐，这次失败了，咱不还有下次呢吗？对不？还有下次啊？啊，你还嫌我不够丢人是不是？不是丢什么人，咱们说好的吗？你这样，我给你拍片儿，片名我都想好了，叫101次求婚，现在才一次，还有100多次呢。子豆，嗯，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？你喜欢我哪一点？离我远一点。阿丽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你这样，嫁不出去就对了。失恋的第一天呢，阿丽已经化悲痛为食欲，开始暴饮暴食了。子东，别拍了，我不可能跟王小宁求婚了。没事儿，片名我都改了，叫《失恋3.3天》，记录一个大龄失婚剩女的综合症候群。子东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拍我？阿丽啊，阿丽使劲哭啊，喷，把眼泪喷出来，这样来喷到我的摄像头上，把眼泪。阿丽，我是在帮你疗伤，帮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只想走出你的阴影。阿丽啊，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就是展开一段新的恋情。这样，我帮你介绍个男朋友，高富帅，人品也好，工作还稳定，怎么样？骗谁呢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么好条件还是单身？你这么优秀，你不也剩下了吗？对呀、啊，看什么呀？赶紧准备去吧。包你满意。爱情不过是一种……哎，子栋吗？你给我介绍那个白富美白小姐，什么时候到？好吧，我等她一下。呀，院长？啊，是我。不是，今儿不休息吗？啊，我参加一个婚礼。穿的真帅。哎，阿丽，嗯，穿这么漂亮，一会儿出去吧。对，我一会儿要去参加个同学会。喂，子栋，你跟谁打电话呢？展现，你给我介绍那高富帅在哪儿呢？人也没来呀。
了，搬办公室了。早说。阿丽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我没有啊，院长。你来干嘛来了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到底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来给你收拾一下办公室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头让柳护士收拾吧。哎，你不参加同学会吗？你快去吧，堵车。堵吗？堵，高峰期可堵了，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了哈，院长。啊，给老同学带好啊，快去快去。是。快去吧。不行，办公室有人不方便。这样，你帮我告诉那个高富帅啊，咱们换到卧室。OK。哎，子栋，怎么总占线呢？你那个介绍那个白小姐怎么还没来？太不守时了啊！啊，换卧室了，这孤男寡女的合适吗？啊，好吧。院长，不是，院长，这怎么我在哪儿都能看见你呢？赶巧了，巧了，那么巧吗？这是我屋啊，这是你屋吗？啊，对，这是你屋。院长，你屋挺好。院长，你上我屋干啥来了呀？我找东西，我上你屋找东西来了。我找东西。哎，院长，你上我屋来翻什么呀？你等会儿，我想想我找什么好啊。我找红包。我是不是要参加婚礼？是啊。参加婚礼是不是得随份子？是啊。那我找个红包很合理吧？哦，嗨，等着。红包。啊，这儿有。给，啊好，谢谢，客气。哎呀，你俩都在呢。嗯。哎呀，我找你俩半天了。失恋第三天呢，阿丽和沙院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子栋，嗯，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找那高富帅，就沙院长啊？他就是那白小姐。对，你俩多合适啊，你看，一个高老庄，一个白骨精。哎呀，好了，算了，一场误会啊，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院长啊，我们这事我没办好，你别生气啊，院长。没关系，我心眼没有那么小。谢谢院长。喂，六爷吗？你过来一趟吧。阿丽。阿丽，他刚才这么说六爷了，妈，六爷，院长，我错了，院长。阿丽，院长不原谅我，我这回死定了。该。你说子栋，你是不是傻？嗯。阿丽，你太没良心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为了帮你摆脱失恋的困扰吗？不需要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用你操心了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一切随缘。啊，你相信缘分吗？对呀。如果你相信缘分的话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寻找缘分，我们来摇一摇。子栋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缘分要靠自己摇才行。哎，我教你。我没摇过呢。那个，我教你打开微信啊，来点那个摇一摇，来摇起来，跟着我的节奏。摇！摇了没？出来了，张大导演。啊，是一谋哥吗？一谋，子栋，这头像怎么那么像你？阿丽啊，刚才呢，我给你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，啊，这个不算缘分。子栋啊，
你啥星座呀？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心里毛毛的。不是，我想知道咱俩八字合不合。咱俩八字都没一撇，怎么能合呢？阿丽，3.3天缘分就